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打卡了，看完我的对比图，你们一定最关心我的就是我的体重，对不对？马上上秤。妈呀，我好紧张，挑战失败了，56.2。挑战失败，十天没有瘦20斤肉，十天瘦了17.4斤。那些等着我打脸的，你们可以过来打我脸了，我自己先打我自己脸。跟着我打卡的宝贝都瘦了，不管瘦多瘦少都瘦了，你确定不关注我吗？加油！开合跳50个5组，后踢腿30秒5组，转体跳30秒5组，弓步蹲50次5组，深蹲50个5组，高抬腿30秒5组，腹部拉伸20秒，背部拉伸20秒，臀大肌拉伸20秒，大腿前侧拉伸20秒，最后附上我的一日三餐。抖音。